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朱一龙。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对于我来说，它的魅力就是在于，它可以去塑造不同的人物，可以去尝试不同的感觉的生活，别样的生活。我也会希望多去尝试不一样的角色，所以我希望自己就是一直保持对于表演这样的一个热爱。因为我真的是喜欢表演，所以我希望自己演戏的这件事情可以持续的更久一点。我知道，从小到大，你从来都没有认可过我。其实我们只要做好手头上的工作，就是对大会最好的声援。对吧，时刻在生活里，然后在观察生活感受到的东西，然后通过角色，通过荧幕把它展现出来，就是你能去表演，然后有观众期待你的角色，就已经很满足。唯有守得住初心，才能日益精进，唯有守得住梦想，方能修成正果。我还是我，演员朱一龙，继续加油啊。